每天一个樱花沙雕小妙招。一，大家基本上不知道，女主家有一个阁楼，它是有开关的，而有一些粗心大意的人没有发现。他其实在这儿。其实今天是想教大家怎么让女主困在阁楼上。首先打开开关，让女主到阁楼上，再切换成男主，到女生家里，然后切换成女主，这样的话女主就被困在阁楼里了。每天一个沙雕小妙招，你学废了吗？